我希望找一个温柔一点的女孩，身高在165以上，1米7以上会加分，1米8我也可以接受，但一定要是双眼皮，因为我自己就是单眼皮，看自己一天都看腻了。我可以接受比我大10岁以内的女孩，我上一个女朋友比我大9岁。特别合的话，其实大小无所谓，心智成熟与年龄无关。我不算是直男，但是有点大男子主义。如果我觉得什么事是对的，我就希望你去按照我的这个意愿和方向去做。你的男闺蜜和前男友，你们可以有微信，不过呢，不要太过分，不要是乱扯别的东西，不要让我发现有什么猫腻。来，16号王晶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小伙你好，我是16号女嘉宾王晶，今年23岁，来自辽宁盘锦。看好了啊，盘锦人，大家都管我叫王老土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，人送外号王老土，谁娶着我谁享福。耶。为啥叫王老土啊？因为我就是大家都说我长得挺淑女的，完了一说话贼土贼土。这个也真是，你说这场上我们老王家的姑娘怎么着了呢？这边王老慢，那边王老土。你好男嘉宾，我想问一下。不是，你这个变化太大了啊。你不是想找一个温柔一点的姑娘吗？你看我温柔吗？我认为温柔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性格。那你觉得他是咋不发？你觉得我内心温柔吗？你变得也太快了，你容易前一秒温柔，下一秒爆发。我也不是那个呀，你瞅你给人家低了的跟个小鸡子似的，你说还不说我不温柔？你感觉我不温柔吗？啊，上来咔咔的灭我们女嘉宾两盏灯，你看不着盘锦人给这儿的缘分天职也不好加速，还给人家王老慢了，你都接着慢慢嗖慢嗖的，你都给我呀一天天的，还说我不温柔，上来就说我不温柔，我哪不温柔啊？我都送你飞眼飞眼了还不温柔？你瞅瞅，啥也不是，给我这嘎打一下子，多灭几次啊！哎呀，我刚才说他这灯就灭不了。王老土他变化太大了。来2号他老姨。那可能还得收拾你，我这跟我想要的一样。我感觉在一起的话，你肯定得欺负我。那你不扒拉我，我能欺负你吗？扒拉谁？他老弟啊，明白了吧？我看你的话给人杵后台上去了。这家伙，这说的这小伙都没话了，都要低头啊。老姨搁那开题了。没事，你冷静冷静。台上有温柔的，你不是上台就把几个厉害的灭掉了吗？厉害的都在这儿了，都出来了。现在是你灭掉的全都是不厉害，哪儿哪儿的，你把这假厉害的全灭掉了，真厉害的全出来了、啊、这个是真厉害。现在16盏灯都灭了啊。王哥特别想跟你说，有的时候你记住，对象也好，或者未来你媳妇儿也好，真的，这个女人的温柔有时候也是靠咱们男人来激发出来的，温柔也是相对和相互的。加油吧，找一个属于你的那个小温柔。谢谢王哥。加油加油，掌声送给小伙，加油。